谢谢大家，很高兴今天大家又来上课咯，最后一堂课了 ，OK， 很快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 ，OK。那今天呢，我要来请 Joy 给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他这几次每一次都是除了我跟 Melody 外，他都是第一个上线的，太厉害，太棒了！来 ，Joy， 麻烦你给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还是感谢你，谢谢你在过去的这几个礼拜当中，主啊，你借着 Connie 所 share 的message， 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爱中真的是要有沟通，要有有正确的一个观念，以致我们能够跟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不论是我们所处的的环境当中，知道如何来 communicate。主要就求你自己继续与我们同在，也帮助我们真的是不只是听到这些课程，也真的可以实际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接下来的生活当中都可以来更好的来运用。主要求你借着今天的课程你们跟我们的同在，让我们更深的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跟如何以圣经的观点来做更好的一个communication。 所以我感谢你，求你继续带领接下来时间，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灵求， Amen。 OK， 谢谢 Joy。 好，所以我们稍微今天这是第四课了哈，所以今天我们像上周我跟大家说过，就今天我们会再稍微的对这个界限再做一点点一个下集的一个介绍，因为界限真的是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是光是界限就是可以一个八堂的课来介绍这个界限这个概念哈。然后另外一个还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也会提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寻找一些其他的夫妻，志同道合的夫妻，和我们一起走这个婚姻的道路。因为婚姻的道路里面没我们自己单独的两个人走好像很甜蜜哦，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事实上其实我们真的是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就是真的是需要有其他的人，一些伙伴跟着我们一起，也许是在这个婚姻，也许是在这个我的家庭做父母，这些我们通通都是，如果有人跟着我们一起走的话，我们会走得快乐多， OK， 快乐的多了。所以我们在今天这节课，我们就稍微再重复一下界限到底是什么东西哈。界限就是说在人际关系中清楚的表达我的需要是什么，非常清，不是要跟别人大吼大叫的，不是，而是很清楚让别人知道说我的界限在什么，我的需要是什么。设立界限是能还有维持界限，不是只是设立，每一个人都可以设立界限，但是重点是你界限设立之后你可以维持吗？这是一个自我控制的行为，是控制我自己， OK， 控制我自己能够维持我设立的界限，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界限是为我立的，界限不是为别人立的。我立界限绝对不是为了说让你听话，要让你做什么什么，我要这个让你好像这个按照我告诉你要怎么做的去做， OK。 所以界限是为我自己立的，与自己立界限我才能够掌控我的生活。当我一个人当我的生活开始失控的时候，如果你感觉你的生活失控了，那就是因为怎么样，你没有立好你的界限，或你没有维持你的界限，现在开始失控了。因为你没有立界限的时候，你把你的生活一部分给了这个小孩，另外一部分给了工作，另外一部分给了老板，另外一部分给了各种不同的人之后，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失控的状态，因为我完全是没有控制，对我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控制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我可能会爆发，我可能会觉得我受不了了，可能会 depression， 可能会这个burnout， 可能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很重要，我们立了界限维持界限的时候，我才能够掌握我自己的生活， OK。 我们要为我们的心，我们对别人的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能要负责任。这些就是在界限的当中，当我爱一个人的时候是有界限的去爱他的，当我
这个给把我的时间给什么人的时候，把我的时间给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在这个界限的当中，我把我的时间给他，我给这件事情。我的才能，我们有很多人，很多很多各种不同的才能，我的这个才能是有一个界限的给我的工作，我不是100%的给我的工作，因为这个是一个 不平衡的生活。OK， 我也不是100%给通通给上帝，这个也是一个不平衡的生活。我的生活一定是要我的什么？我的时间、我的才能、我的爱、我的心，我的心被谁夺去了？我的心是给谁的？这个是要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界限。OK， 那界限不是什么？界限不是一个控制别人行为的工具。我绝对不是要拿界限来控制别人。OK， 界限绝对不是控制别人的工具。第二个，设立一个界限绝对不是一个自私的一个行为，而是我因为爱你，希望能够我们这个关系能够长长久久的关系，所以我要先把这个界限设立好，所以我们这个关系才能够长长久久。没有界限的关系绝对不可能会长长久久，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人一定是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什么控制，所以这个人绝对不会快乐，所以这绝对不是一个很快乐很健康很平衡的一个关系。 OK， 在夫妻的关系中建立界限哈，在这个夫妻的关系或者是甚至任何的一个人际关系上面，如果我对这个关系不满意，谁要开始行动？我不满意啊，我不满意，我不满意的那方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因为你给出去给太多了，你已经开始觉得我失去自由了，我被对方来控制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想要改变的一定是我，绝对不会是对方，因为对方 it's 完美的，因为我正在控制你，我把你放在我的手掌心上控制着你，所以他绝对不想要任何的改变，因为他觉得这样子太好了。 OK， 但是我呢，我会觉得不好，我会生气。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其实在这个父母跟 儿女的关系上面我们看得最清楚，就是父母常常 giving 把所有都给孩子了，什么都给孩子了，全部都给孩子了，然后到最后怎么样？很生气。为什么很生气？为什么他都不听话？为什么他都什么什么的？我告诉你100次了，我已经什么什么了。 OK， 为什么？因为父母感觉到现在是失控了。谁失控？不是孩子失控，是我现在失去了控制了，我的控制被他拿走了，他开始在控制我这个情况，他开始在控制我了，所以父母亲就会觉得怎么样？这个情况不能再继续了，父母亲要提出要改变的。孩子不会想改变，因为这样非常非常好，好得不得了，永远都有人喂我吃饭，我永远都不需要自己吃饭啊，嘴巴张开就有饭吃，我为什么要改变？不需要改变。 OK， 夫妻之间也是一样。 OK， 朋友之间也是一样，如果这个关系是一个不平衡的，有一方一定是不想改变的，但是另外一方那个被控制的那一方绝对会想要有些改变，所以被控制的那方你要先怎么样？付出行动。你不要去怪对方说你看都是他都是他都是他，没有错，都是他，他来控制你，但是你让他，你把你控制你的这个自由给了他，这个权利给了他，所以他当然要控制你咯。所以其实真正要改变，真正要来反省这个问题出在哪里的是我，是我自己，绝对不是对方，因为我让这件事情继续的发生，我继续的借钱给你，我继续的借钱给你，我继续的借钱给你，我继续的一直退，感觉说好像哎呀，因为爱你吗？爱你吗？爱你吗？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爱，这个绝对爱里面是没有一个控制的。如果为了要爱，如果说爱里面是有控制的话，这个绝对不是真正的爱。 OK， 婚姻中的界限就是说我能够要让配偶能够有自由，一定要让配偶有一个自由选择的一个环境。 OK， 所以我们常常怎么样会想要改变对方，我们每天都在想着我怎么改变你，我怎么改变你，我怎么改变你。 OK， 我想要辖制你，所以我就一直唠叨，我就一直责怪。 OK，然后呢，或者是说我一直服从
所以一个是我反抗，对不对？反抗反抗反抗，但是反抗的方法就是挟制你，唠叨你，责怪你，或者说我配合你，我一直服从服从服从，把我的自由都给了你了，但是最后没有任何的改变， OK？ 因为我控制他的时候只会让他感觉到说，啊，算了好吧，那我就被你控制吧，好吧，你要怎么样啊？好，可以啊，你要 OK， 好啊，可以啊，就变成一个非常消极那种态度， OK。 然后但是这个对方他甚至他应该会在这个情况下没有一个会很开心的，所以他就会怎么样，想要逃，想要逃离这个控制，想要逃离 脱离你一直要改变我，你一直要改变我，我不想被你改变，我想要脱离这个环境。Okay， 那有的时候这个对方到一个地步太生气了，就会怎么样，以牙，就会可能就会有一些暴力的行为，言语的暴力，情绪的暴力，这个身体上面这种暴力的情绪，让你知道说我受不了了，我的感受是就这样子，我要让你知道我现在太生气了，我被你控制的，我现在让你知道被控制的这个感觉是什么。好，所以真的很重要，OK， 真的很重要。我自己能够控制我自己的这个界限，我控制好我自己的界限，我不要成为那个一直去想要控制别人的人，不是，我是要控制自己，我一定要学习怎么控制我自己。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哈，这个我看是不是这一个，哦对，所以我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助我哈。我们先看一下前面这部分，然后看看下面有哪一个人来帮助我。你要帮助我做这个太太也好，或先生也好，都可以。OK，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恩琳呢，她受不了汤姆长期的晚归，她事业非常的好，对不对？在办公室常常的超时工作，虽然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就是超时工作嘛，大家不都超时工作吗？但是他的这个行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没有办法去安宁就没有办法恩琳就没有办法去安排他自己的作息，还有孩子们的作息。Okay， 什么时候要吃饭，什么时候吃完了饭然后要睡觉，要做功课，要什么的，所以他很希望老公能够准时的回家吃饭。所以他做的方法是怎么样，提醒记得哦，要准时回家，抱怨你怎么又不回家，你怎么又那么晚，为什么现在这么晚了才回来，或者是哄骗，哎呀拜托你嘛，你就早点回来嘛，好像讲 OK， 做了各种的方法都没有效果。OK， 然后汤姆还会继续的为自己辩护说，你不了解吗，我这么卖命还不是为了一家大小， OK， 要或者是说他就说，我才没有你说那么离谱呢，是你这个反应太过度了吧，让恩琳束手无策。 OK， 所以呢他这个和姐妹们讨论之后呢，他就决定以智取智慧哦，很重要的这个智慧来取胜哈。所以他要决定怎么做呢，有一天晚上他们两个准备上床的时候，恩琳就开口了，所以这一段我要找一个人来，谁可以跟我一起这个 model 一下来，有没有，都没有人吗，没有一个人想要跟我这个叫什么一唱一和吗，一下吗，要让我自己一个人唱独角戏吗？好，我可以当男生。好，吉米，谢谢你。OK， 然后恩琳就说了，老公，我要向你道歉，最近我常常提到你晚餐总是迟到，然后我的口气实在太不好。所以呢这地方一个就是他说汤姆差点没从床上掉下来。他想说奇怪，这发生什么事情，他怎么会道歉哈。 OK， 好，来吉米说，他还是你说是不是，哦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我就说，每一次你回到家我就像是一个张牙舞爪的老虎，你进门前大概会想先丢几磅生肉在门口比较安全吧，难怪你不想回家，谁受得了家里有二妻呢。对，你说的没错，我的确是一点也不想听你每天不停的抱怨，我的确也是为了想要离开你，想要避开你。像前几天，本来我只是可能迟到十分钟，可是我一想到你会发飙，那我干脆就迟个半分钟好了，反正你也一样会生气。于是我就到店里租个片子喽。哦，well，
知道吗，老公，今后我一定会试着控制自己的脾气，也会尽可能的体谅你，可是一开始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做到，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其实不喜欢变成一个变成泼妇骂街的，还有我不只会改变态度，做法也稍微有一些的不同。我真的是很爱你，也希望你能够回家跟我们一起共进晚餐。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守时的话呢，我就会把你的晚餐放在冰箱里，请你回来的时候就自行微波加热啦。哦，林恩，你晓得我最讨厌自己动手了，我在办公室都累得半死的，我希望回家有热腾腾的饭菜等着我啊。我当然知道啦，我也希望这样子啊，但是除非你能够重新安排时间，赶上开饭的时间，要不然我跟孩子不会再等你了。 OK？ 嗯哼。所以接下来几个晚上怎么样，这个恩林真的就是遇时不候了。 OK？后来这个汤姆吃了几顿这个微波炉加热的这个晚餐之后，最后终于他学会了怎么样有效率的掌控了下班时间，准时到家，恩林也实现了全家共进晚餐的这个心愿。 OK， 所以呢恩林现在问汤姆说，如何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改变呢？那汤姆的回答是什么呢？其实微波炉的东西也蛮好吃的。对啊，我想说你的双重计划啊，你的双重计划做效了。第一，你变得更加的和颜悦色以后，我也变得比较愿意回家了。其实我讨厌吃加热的食物。没错 ，OK， 呀、yeah, ，所以这个到底一开始到底是谁的问题 ？OK。其实没有错，汤姆真的就他没有照时间回家，造成了全家很大的困扰，是一个问题。但是问题是林恩他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面对汤姆的这个问题，他一直让他这个问题继续不断的发生，对不对？好，他让他继续，所以其实是 in many ways 恩林造成汤姆继续的重复，因为他一直的什么样服从，他一直认为好吧，没关系。OK， 所以他在过程当中一直去，其实是试图的改变他，但是用的方法是怎么样？不对的方法，因为他用的方法是一个很没有，不是一个界限，不是他自己的界限。他试图用这个界限来改变汤姆，但是事实这个不是一个界限。我告诉你要早回家，这不是界限。这是一个什么样一个建议，但是我的界限是说你晚回家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会发生，我们就会先吃饭了，然后你的晚餐就会在冰箱里，回来的时候你在微波炉加热。 OK， 所以他因为很不满意，他必须要做一些什么行动。 OK， 所以我不要再继续的怪对方怎么样，怪他怎么样。 OK， 而且这个东西他的这种态度造成夫妻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糟糕，真的就像先生就更算了，我回家哎天哪，又要听他跟我讲一遍，那我还在公司里面再多做两个钟头好了，反正一样，我迟到半个钟头，迟到两个钟头，一模一样，对待对我来说是一模一样，那我干脆就不回家了。 OK，所以其实慢慢两个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冷。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怎么讲，一个巴掌拍不响，一定是有一个事情发生之后，然后又得越来越多，一直加上来，因为我没有好好的去处理，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你看林恩改变了，因为他的改变让汤姆也改变，这个改变对他们夫妻的关系也怎么样改变了。所以你改变的不是只是吃饭的问题，不只是说他回家正常的回家这个时间吃饭，而是今天汤姆回家的时候不需要再听到那个这个抱怨的话，夫妻的关系也就在这个同样的时间就改变。 OK，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真的是要自己常常会想到，我就自己会常常当我不满意的时候，对任何的人际关系不满意的时候，我要做什么改变，我可以做什么改变，是在我的范围之内当中我可以设立什么样的界限。 OK， 在工作上面，
在和父母亲的，在和孩子，在和我的配偶，在和各种不同在教会的服事里面，我都可以设一个界限。 OK， 这个不是一个自私的行为，而是让我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好。当我设立界限的时候，这个关系我就不会抱怨了嘛，我就不会觉得对这个事情，对这个关系觉得很讨厌，我很不想看到你。 OK， 所以呢，这个让配偶有自由选择的相反的时候，就是怎么样，我要控制他的生活，我要控制他的思想。哇，你想想看，我甚至常常，我们真的是常常有时候会想要控制对方的思想，说你这样想是不对的，应该像我这样想是对的。 OK， 我什么都要控制他，控制他的生活，控制他的想法，觉得这个是错误的。Okay， 所以其实从这个圣经上面讲的话，从这个伊甸园的堕落，从亚当跟夏娃这个被赶出伊甸园之后，我们其实一直都在不断的要改变对方，要让对方照我们的意思来生活。 OK， 我们常会哄骗、煽动、操纵，对不对？各个不同的这种手段，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在摧毁声音、摧毁婚姻的一些的方法。 OK， 所以在这个当你想要控制的时候，这个婚姻当中这个爱就慢慢的失去了，你就没有办法去爱，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去爱一个你被他控制的这个，因为这个不是一个爱，这是一个控制，没有人愿意被控制的。 OK，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摧毁婚姻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怎么样，控制啊，继续控制。 OK， 继续控制。当我被控制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自由了，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去爱这个人。 OK， 这个关系就被破坏了。 OK， 所以怎么样判断在有一方在企图控制另外一方呢？这些指标，有一些的指标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不尊重另外一方说不。当对方说不的时候，我就要怎么样尊重，说哦 OK 好，你说不了。 OK， 我尊重你，你说不。 OK， 就是说有这时候我们会不顾对方的一些感受，然后一直要驱使他，你要改变啊，不行啊，你一定要怎么样啦，要怎么样啦。 OK， 其实要改变的是我，不是对方。 OK， 我还是有，如果我觉得说他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我还是要这样做，那我可以选择啊，我就是要这样子做，但是是在一个什么样和谐的气氛当中，你选择做这个，我选择做这个。OK， 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用错误的选择给他施以惩罚。 OK， 譬如说也许丈夫要做什么事情妻子不想，他就表现没有兴趣，或者觉得他是一个受害者，然后就说都是你不爱我了，你什么什么这样子。常常我们在不，好像可能你不自觉当中，我的行为，我的说话其实是在惩罚，因为我对你生气，我对你的这个对我的反应还是什么，我觉得很生气。 OK， 所以呢我要惩罚你。所以我常常用两种方法，一个就是什么样，冷战，一个就是热战。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是冷战跟一个热战来惩罚对方，对不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不看重对方的自由。 OK， 我只是选择说到底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我觉得是不对的，那就是不对的，你就不能去做，你就不能怎么怎么样。那这个不对的看法是谁的看法？是只有一方的看法觉得不对，那另外一方也许觉得说还可以，是 OK 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第一个我们的家庭背景，我们的个性，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要尊重对方对某一些事情的看法，我不需要跟他认同，我不需要认同，我不需要 agree， 但是我可以怎么样尊重。 OK， 尊重跟同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尊重你，尊重你的看法。 OK， 我尊重你礼拜六你要去打网球，你要去打什么什么，你要跟朋友出去， OK， 我尊重你，那礼拜六的时候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做一些什么什么事情，其他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也会告诉你说，哦，什么什么事情，什么什么时间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我也希望对方能够尊重我，让我能够去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夫妻不是说24小时我们都要黏在一起才是最好的关系，不是。我觉得我们一定都要有一些自己个人的一些时间，做一些个人爱做的事情，然后
我们再回来分享，哇，我今天做了什么什么事情，哇，今天这个好有趣啊，这个事情怎么样，你知道，就是我们的生活才会比较多彩多姿一点，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很糟糕的后果，就是譬如说这个有一些这个妻子会怎么样，可能要采取报复的行为，或者是丈夫要采取报复的行为，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些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后果，我们完全不想要看到的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这些就是有的时候会产生，就变成一种暴力的行为，然后变成一种很严重的一种控制的行为。 OK， 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子的情况，这个绝对不是爱，这绝对不绝对绝对绝对不是一个真正一个好的这个夫妻的关系，或者是朋友的关系，或者是任何的关系，这些通通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OK，我们再回到来看哈，上帝真的是非常看重他所给我们的自由。如果我们来想想看，上帝有强迫我们做什么事情吗？没有任何的事情上帝强迫我们做的，对不对？第一个，我们信上帝就是一个自由的信上帝的，我自由的决定我要来信上帝，这是一个自由，上帝没有强迫我们一定要来相信他。 OK，然后上帝没有强迫我们每天要读圣经，上帝没有强迫我们每天要 QT， 上帝绝对没有强迫我们每天都要做什么什么事情，而是我们愿意，因为这个是一个对的事情，我们愿意每天去做这件事情。 OK， 因为我们看到上帝爱我们，我们回应他的爱就是怎么样，就是有这个自制的能力去做一些上帝希望我们做的事情，这是我们自己做的选择，要去做这些事情，是我们选择要每天来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我们选择每天要来读他的话语，这是我们的选择。上帝从来没有，我们的生活一天二十四小时没有一秒钟他我强迫你一定要做什么事情，绝对没有。但是他其实是有权利控制我们的神，而且他是那种万能的神，对不对？他其实是可以控制我们的，他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把我们的生活控制的每一秒都控制在这个过程当中。 OK， 但是为什么他不愿意这么做？为什么他不愿意？甚至在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选择已经是要走导向毁灭的时候，他都不会干预这些事情，因为上帝知道这个自由多重要，在自由当中我们才会感觉到对方对我们的爱，在一个瑕疵的当中，这是没有爱的一个关系，这是一个瑕疵，不是一个爱的关系。 OK， 这是一个被瑕疵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思想到的是上帝怎么对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对待我们的配偶。 OK，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我们也要给我们的配偶自由，但是当然这个是有一个界限的，对不对？这个界限一定是在于说我们对婚姻要忠诚，我们对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你要有负责任的，你要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有这个自由。但是当对方没有做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像这些案例一样有智慧的知道怎么样的来改变这个情况。 OK， 所以下面我再看一个案例。 OK， 所以这个案例就讲到这个Brian， 哈 ，Brian 有这个小飞侠彼得潘症候群，叫什么 ？Peter Pan， 你知道 Peter Pan 就是一个什么呀？他不要长大的孩子，他觉得他的最大用，他绝对不要长大，他不要作为 adult， 他不要做大人 ，OK， 所以他不想长大，所以他常常就是享乐啦，然后他就觉得这些很多的责任工作实在太无聊了，他非常不喜欢，所以呢，他一直都在面对一些财务上面的问题，因为他没有办法负责任的去做一些这个譬如说工作吧，啊，他的工作永远都不稳定，然后永远都没有办法让自己能够财务上面的独立，对不对？所以变成这个 Brian 的妻子，这个 Andy 就会觉得，哦，他要扛这个所有的这个家里面所有的这个财务上面的这些都是他要在扛。OK， 他就希望他怎么样，他就开始不断的抱怨，要希望用这个罪恶感来让 Brian 感觉到说，啊，我很罪恶哈，我真的很不应该，我应该赶快长大。 OK， 所以他总是对他说，你看看你不知道你把我害得多惨吗？你看我付出这么多，结果你还是这样子的待我。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Andy 不知道的这个是什么，就是说 Brian 小时候其实
妈妈就是这样子一直 责怪他，一直责怪他，一直责怪他，所以他一常常给他这种罪恶感。所以说 Brian 就是觉得说，我要离开，最好都要赶快逃逃逃逃的离开我的妈妈最好，因为他永远给我一个罪恶感。OK， 但是结果没想到他结婚的时候碰到了这个 Andy， 也是一样用同样的手段，就是要让他感觉罪恶，感觉罪恶，感觉罪恶。所以当他越来越讲的时候， Andy 就越想要逃逃逃逃逃，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让他有承担这个罪恶感很痛苦。最后呢， Andy 终于针对他想要布置这个控制 Brian 的力图，他要下界限了。他原来以前是想要用罪恶感来控制 Brian， 但是现在他知道说他要下个界限。这个界限是什么呢？我要控制我自己，我不再批评他了。OK， 我不再批评你，我对你怎么样付出爱，付出关怀，但是我也为你的工作跟金钱的管理来设下一个界限。所以这个界限就是说怎么样，他就到教会里面问一位这个财务咨询专家求助，然后呢就让他能够暂时的怎么样控制 Brian， 或者甚至他们家里面的钱嘛，我就说你看我们现在有这么多什么呀，可不可以请你来帮助我们，然后呢他 Brian 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所以让 Brian 不要觉得说都是他在做，这个对方 Andy 没有在做。 OK， 你来帮助我们找一个财务管理的人帮助我们，给我们设好了界限，你一个月只能花多少多少钱，在什么什么每一个礼拜什么事情是你多少多少钱以上是你要去想一想，你要问，你要 consult， 然后多少多少钱以内你可以自由的去花，譬如说啊，我只是举个例子。所以就是说他要掌控这个交给对，有一个人帮助他们，让来帮助他来改变 Brian， 不是他自己用唠叨用罪恶感来改变他。 OK， 所以呢因为他不再唠叨了，他不再设法控制 Brian 了，他现在是用一个怎么样界限，这个非常清楚画下的界限来让怎么样在这个 Brian 可以在这个界限当中自由，他其实是有自由的，在这个界限当中他是有自由，让他可以自由的改变。 OK， 所以呢之前他可能就是一个被动的、哦、好啦好啦、哦、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哦、但是他永远没有办法改变，因为没有一个动力让他能够改变，或没有一个 system。 所以我们要常常要设定的是一个 system， 一个 system 才能够让人有改变。 OK， 所以在现在就是说这个 system 设定下来了。OK， 这个 system 设定下来了，让他知道说哦哇，我失去了钱的感觉是什么，那种痛苦是什么。所以现在他有一个 system 在那边让他逃都逃不掉了，所以他必须要开始去面对这件事情，他必须要开始成熟，对这个财务的管理必须要开始成熟。 OK，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让配偶长大，如果你的配偶是一个小飞侠的话，OK， 是一个 Peter Pan， 我们没有办法让他长大，这是他跟神之间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营造一个什么限制，一个环境，这一点对我们的孩子来讲，特别是我们成人的孩子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要有一个 system， 要有一个 system， 在这个 system 当中他可以自由。 OK， 但是他跳出这个 system 之后 的后果是什么，他自己要去承担。 OK， 我们在这个 system 里面我们可以爱他，我们可以去关怀他，但是在这个 system 之外，这就是他自己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了。 OK， 所以我不再去控制他了，我不再抱怨，我不再跟他大吼大叫，跟他什么什么要用这种罪恶感来让他改变。 OK， 所以很重要，我们一定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要控制对方我跟你说诚实话、哦、我昨天有一个跟我一起 counsel 的一对夫妻，然后呢这个昨天我们是在练习沟通，所以这个先生就讲到一件事情，我就跟他讲、哦、先生你讲一个什么事情，然后你讲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让太太听了之后然后回应嘛，哈，然后呢就是我们第一课里面所做的这个，然后先生就讲了他就说、哦、他们今天有人这个人帮他们做饭呢，就但是这个米哈，因为这个帮他们做饭的人不是中国人，所以他说哎呀他觉得他那个米昨天就是昨天吃的那个饭呢好像没有煮熟，很硬，
啊，然后他那但是这个人就说，哎呀，这个不是没有熟啦，就是很硬啦，哈，我们煮饭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但是他就说，所以就说他们两个人在拐弯抹角的在说这个饭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没有煮熟的饭跟硬的饭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饭没煮熟中间还有一小颗在里面，你都会觉得说那个就是没有熟，所以要再多加点水让它熟，对不对？但是如果是硬的饭，就是说是熟的，只是说很有嚼头嚼劲的这种饭。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可以诚实的跟他讲啊，就是这个饭没有熟这个就是一个诚实，我不需要在那边改变说，哎呀，他们这个文化的人啊，他们就是煮饭大家就这样，不是的，因为熟饭跟硬饭是完全不一样。所以用爱来诚实的告诉他，我没有想要责怪你，只是我诚实的告诉你说这个是没有煮熟的，哦，没关系，下一次你就多时间长一点，对不对？长一点时间，或者多放点水啊，就饭就会熟了。我也没有要怪你的意思 ，OK？ 所以我们要用爱心对对方说诚实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去实施的事情。因为什么叫做？因为对方的反应可能会不一样，对方可能会很生气，对方可能会什么样？但是这是对方的反应，你没办法控制他的反应。你唯一能控制的是你是不是用爱心说诚实话，还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其实是在 blame 他。再说他不对，他什么什么样 ？OK， 我的态度是怎么样？这点是我可以控制。好，然后刚刚我们那个案例哈，就讲到说，我们常常会用着什么样，让对方感觉有罪恶感来控制他 ，OK， 或者是说用愤怒，还会表达我很失望的情绪，甚至有一些会有一些家庭暴力的这种倾向 ，OK。那或者是我们继续挑战配偶的界限，他设界限了，但是我们不让他设这个界限，继续挑战这个界限，软硬兼施，对不对？一直到对方低头，这个就是一个控制。他已经设了界限了，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尊重这个界限。或者是说，刚刚我们讲的冷战，对爱就表示怎么样？保留，我不爱你了，我不爱你了，采取什么情感断电。直到你愿意跟我配合，那我才会把我的爱再给你。这个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幼稚的一个方法，完全非常非常幼稚的方法，是我不知道更好的方法，有很多很多更好的方法。所以呢，我们需要，我们不要继续的用这样子一些不管用的方法，因为你知道吗，这些方法其实都是在破坏关系的，这是最糟糕最糟糕的东西。倒不是这些方法，而是当我使用这个方法之后是在破坏关系，对方感觉我不尊重他，对方感觉我怎么样，我要控制他，这个控制就已经对这个爱就接受了一个威胁，这个爱在控制里面，爱是被威胁。对，所以为了要保持我们的关系，没有任何事情比关系更重要。今天可以少吃一顿饭，只要关系还在就很好。今天可以譬如说这个我们没有做到我们想要做到，但是我们关系维持 OK。 今天这个厨房可能一团糟，但是我们的关系还在 OK。 很多东西都可以 let go， A lot of things 必须要 let go 的，但是唯一不能够 let go 就是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今天讲这句话出来，我常常会问我自己，我今天这句话讲出来会破坏关系吗？如果会破坏关系，我就要告诉我自己，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控制，我不要讲这个话 OK。 但是我会采取其他的更有智慧的方法来改变这个情况，我不想要这个情况再发生，但是我不愿意用一些话来破坏这个关系 OK。 好，我们再看一下啊，下面这个案例三，这个是 Connor 觉得他好像走进了时光隧道，他和这个 Stacy 呢常常为同样的事情争吵不休 OK。 他两个人其实他们的反应都已经，我知道下面你要说什么，我也知道你要说什么，因为我们永远都在为这些事情吵架，永远都在为这些事情觉得好像哎不开心，对不对？很多时候其实真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小小小小的事情 OK。 所以今天这个事情是在于说，这个 Connor 他就很不情愿的答应这个 Stacy 去听歌剧，他完全不喜欢，可是他坚持一定要去。然后呢，所以他心里面就在想，嗯 ，OK， 好，你看着吧，下次我要找机会，我也要去做一些我想喜欢做的事情。
就后来有个朋友送给 Connor 几张这个职业棒球赛的票，他就哇好开心哦，要去那天要去看职业棒球。结果这个 stage 就提醒，记得吗？我妈要来耶，我妈要来，你不能去啊。所以 Connor 就很生气，很生气。你看，我上次陪你去看这个歌剧了，然后结果你看，我现在要去看棒球赛，然后我不能去看棒球赛，你真的是啊，你真的太不知好歹了。我上次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呢？所以这是 Connor 常常的一种反应。所以 Stacy 对这个反应，他也知道了，他就开始怎么样？他的反应就怎么样？哦，伤心啊，哭啊，你干嘛要娶我嘛？你为什么就要伤害我嘛 ？OK。这是他们两个常常演的一出戏 ，OK？ 所以马上 Connor 就会觉得怎么样？哦、罪恶感，罪恶感，就跟他上楼啦，安抚他，对不起啦，哦，好了好了，我会在家的，哦，妈妈来的时候我一定会在家的，你不用担心。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都在怎么样？想要把对方的自由拿走，就是一个控制 ，OK？ 所以就算他那天留在家里面了，他的心情还是怎么样？很不开心的这个心情，他只是因为被罪有这个罪恶感，所以他感觉说：“好吧，啊、我答应你吧，我就在家吧。” OK， 所以我们在这个案例里面没有看重对方的这种自由的意志。我常常都想，其实你知道吗？我们第一节课就有讲到，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跟配偶结婚哈、啊？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跟我很不一样。他是一个很好动的人，我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他是一个这个很会讲话的人，然后我是很不会讲话的。他是一个对事情都很 organized 的人，哇，每个事情都 organized 很好，我很不会 organize， 所以我好崇拜他。哇，你看他好会 organize 哦，这个事情都井井有条，我非常崇拜。但是等到结婚之后，这就变成一个问题了。你怎么这么邋里邋遢的？怎么都不会做这些事情？你怎么这么不会讲话呢？你完全不会讲话吗？你怎么这么爱讲话呢？OK， 我们开始抱怨的，其实常常都是当时我们最欣赏对方的那一点，因为他跟我不一样。OK， 所以呢，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自己，丈夫跟妻子，我都一定要某一个程度上面要有自己的生活，要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跟这些朋友相处的这些空间。啊，譬如说我会什么什么时候跟我的朋友出去，大家吃个饭啊，这个有一天这个 girls night out， 对不对？女生就是太太啊，我们一起出去啊什么。然后也许呢，这个先生他们比较不会像我们一样，他们可能去打球的，他们喜欢，男生都是喜欢做一个活动啊，男生喜欢做一个活动，他们做活动的时候完全不需要讲话的，对不对？就是在那边钓鱼要四个钟头，然后太太回来问说：“哎，你们今天聊了什么？”“没有啊，什么都没说啊，没说话。”OK， 所以他们跟我们的相处是完全很不一样，跟这个太太跟女生的这种相处方模式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尊重对方的跟我们的不同，尊重他跟我的不同。如果他真的是超级讨厌，像我是很喜欢上歌剧啦，这个 orchestra 啦，什么这种东西。但是我们家老公一进去就会睡着的 ，OK。所以呢，我想说 ，OK， 那我情愿去找一个什么人 ，Melody， 你来跟我一起，我们有一个跳，我们去看这个，听这个 orchestra 好不好？因为我们两个都很有兴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开心，你也很开心，我老公在家也很开心，OK。所以我们不需要让去好像一定要去这个控制对方，或者是一定要让他跟我们去做一件什么他非常不快乐的事情，我觉得真的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们是夫妻没有错，很多事情上面我们是夫妻，但是在某些事情上面我们也是一个 individual， 我们是一个个体，对不对？个体去做个体想要做的事情，个体做个体爱做的事情，个体有个体的快乐的方法。哎，有些人在家就是最快乐的。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宅男，我觉得好像也有一些宅女，对不对？有的时候真的在家就很快乐，我就是喜欢在家 ，OK， that's OK， 让他很快乐，对不对？当然，我们不要到一个地步变成他是怎么样，就是变成一种 mental health issue， 他完全躲在家里面都不出门的，然后不跟人家讲话，不接触，这个是不对的，对不对？但是在正常的这个情况下面，我们可以夫妻双方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OK， 好，下面是案例四。
这个我跟 Melody 我们要来演一出这个案例，然后我要让大家你们来想一想，等一下请你们可以打开麦克风讲一下哈，你觉得在我们两个的案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地方的界限没有做到，或者是说对方用一个什么的方法企图控制另外一方。 OK， 好，老公你知道吗，我觉得你真的就是一个好人，你就是一个大好人，这个任何人打电话给你，任何人告诉你请你要帮忙他什么事情，你就是会去帮忙他。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好像你就是属于大家的，你根本就不是属于我的，也不是属于孩子的，因为你从来不会跟任何人说不，就是你就是只会跟人家说 yes 的之后就只有消极的告诉我说你不能够帮助我，你不能够这个满足我的需要。 I know 我知道我常常好像会让你失望，就是没有办法 fulfill 我对你的约定这样子，但是说真的其实我是非常看重家人，我很看重你也很看重孩子，只是很多时候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状况是我没有办法拒绝的，不管是教会的事情啦，工作的事情啦，我不是每一个都答应，可是有些时候真的是逼不得已，我整个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不去管他。那我是真的也很在乎你们的，我也很 care 工作的事情，我真的很难跟你表达我的无奈，但是请你不要觉得我是不在乎你的。我也知道你很在乎，但是你的行为上面表达出来了，就是你根本不太在乎。你像昨天晚上，我们明明都已经要坐下来要看电影了，你已经答应我们全家，我们要看这一部电影，孩子们都非常的期待了。结果好了，电话响了，你老板打电话来给你，就跟你讲了一大堆公事。结果讲了，你就这样子一个多钟头就在那边，然后让我们在那边坐在那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是要等你还是不要等你。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情况不是只是一天，昨天前天是另外一个人打给你，后再前天是这个人，就每天你都有一些事情变成我们永远都是最后，我们都永远都是排在最后。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看我其实早就 mark 我的 calendar， 我的这个月历行事历上面都有说今天晚上是跟家里孩子们还有你们的 movie night， 我都已经把时间空出来，我就是有想要跟你们一起看的，只是当时我就也没想到我老板就打电话来，你也知道我公司现在景气不好，一走了四五个人，那变成说我们公司整个部门 short staff， 那我老板已经每天工作到12点半夜1点，然后他事情都做不完，他打电话给我需要SOS 需要帮忙，那我这个资深员工我也不能说就完全袖手旁观不管啊，那我也知道我答应你们要看电影，可是老板的状况他也是打电话来就是非不得已，所以我就只好帮忙，我就只好在那边看有什么地方是我可以协助，我也知道你们都在等，但是我是真的想来，但我当下我又没有办法拒绝我老板苦苦的哀求，真的是很卡。唉，我知道啊，每一次跟你讲都是同样的原因，都是同样的事情，哎，算了，不要讲了，睡觉吧。OK， 谢谢 Melody。OK， 好，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在你们的这个身边啊，你自己搞不好是不是有没有常常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所以大家想一想，在我们刚刚演出来的这一出这个案例的里面，什么？What's wrong? 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个案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问题是谁？这个问题的主角是谁？先生。问题的主角是先生。OK， 为什么是先生呢？迫于无奈，所以常常牺牲掉家庭的时间，然后，但是这些理由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言之成理，但我觉得实际上他自己必须要做一些时间上的调整，因为有些做决策你可以很快就那个做很决策就赶快决断，不用太啰嗦，然后把时间留给家人。 Yeah. OK， 所以没有错，这个当中有一个非常没界限的人是谁？
是这个老公，对不对？这老公是超级没界限的，什么人来都是好。第一个就是他就是个大好先生，一个烂好人，我们住在这个一个烂好人，什么来说都说好，都说好，什么都好。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就是很困难跟人家说不，没有办法跟人家说不。但是我后来我自己就慢慢慢慢学习要说不行，我不能，我不会，我什么。然后我那个时候想要我自己要去做一件 T 恤，然后上面就说 The answer is no。帮我回答 OK， 因为这个是一个过程，我要学习我拒绝别人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心里面很害怕，因为我觉得我拒绝了你，让你会拒绝我，或者是你会觉得我不好，或你会觉得其实是我自己的这个问题，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这种拒绝别人，我没有办法接受我去拒绝别人的这种感觉 OK。所以这是我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必须要设界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老公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对工作室也设界限。譬如说七点钟以后只要是工作上面的电话，我就怎么样不再接了，我就不再接电话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所以我会跟老板讲得很清楚，老板我知道你真的很忙，我也可以就同理心，对不对？同理心，我知道你很忙，公司最近缺少了什么什么，但是呢我就让你知道一下，就是我现在真的是家里面真的很需要我，所以呢我也决定就是跟我的太太我们一起商量好了，所以以后七点钟以后我就不会再接公司的电话了 OK。 但老板还会怎么样？ push 界限， push 界限， push 界限。老板还会打电话来，打电话来的时候你怎么办？不接咯，对不对？那老板第二说，哎，我昨天打电话给你，你怎么都没接电话？哦，老板记得吗？我昨天告诉过你了啊，或我前天怎么跟你说了，以后呢七点钟以后公司来的电话我都不会接了，这是我跟我太太我们当中的约定。可是你不能这样子啊，什么什么什么。老板记得吗？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这是我跟我太太我们已经约定好了，他不接电话我也不接电话，七点钟以后是我们的 family time。所以这是我要学习怎么样维持我的界限，无论别人怎么 push我，我的界限都是一模一样。Okay， 但是还有一件事，那这个太太问太太的问题是什么呢？太太不满意嘛，所以太太可以做什么呢？董领导很想回答，但是还有没有别人？来，我想起来了哈，我好像还欠 Belinda 那个 Starbucks 卡，这礼拜要来买了给你。来，有没有太太可以做什么？太太是不满意的那个人那一方，对不对？那太太应该要怎么样有智慧的来处理这个事情？太太也是可以划界限，然后也是可以改变她的说话方式。譬如说 instead of 就是 accusing， 就是老公就是都不太管家里的事情，然后一直给他定罪，或许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跟他说，那我们以后如果在有约定的事情之前你接到电话，那我们等你15分钟，如果你在15分钟之内没有办法回来的话，那很抱歉，我跟孩子就先开始，那结束过后我们再跟你 update 一下这个电影的内容。Very good, very good， 很好。而且我之前呢，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给老公一个同理心，让他说，老公，我觉得你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没任何人跟你做什么，你实在是太好了啊！你就是，我也知道你很爱我们，然后我也知道你的工作对你，你真的很负责，你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 ，OK？ 但是你要让他知道就很清楚，就像刚刚 Melody 讲，问题在什么地方，我的界限在于说，我们等你15分钟，15分钟过后，我们就自己出去了，我们就自己什么什么了，我们就自己去做什么什么我们该做的事情，我就不等你。哎，所以需不需要跟老公这样子暴怒？不需要。不需要嘛？为什么需要暴怒呢？暴怒就会影响关系啦，破坏关系，不是影响，是破坏关系，不需要暴怒，我就走了，我就去做我该做的事情了。OK， 这个后果是他要怎么样去做，那是他的事情了。OK， 我不需要为这个事情感觉到说，哇，就是好像很生气，然后很更不满意，更多的抱怨啊，这是不需要的事情。
OK? Very good. OK,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些案例当中有一些的学习知道啊，怎么去做。那设立界限的时候，一开始绝对不Honey 声音关掉了。对，所以一开始设界限的时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啊，我可能会觉得很罪恶感，我自己都觉得很罪恶感，我设界限了，真不好意思哦，我设一个界限，对不起啊，我会觉得很不舒服，这种感觉非常的不容易。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会失败，我又失败了，我又失败了，挫折了，或者是我想要逃避，想要放弃，这个太困难了。但是呢，这就是一个过程。你越做越多，你越做越多，你就会越来越什么样？熟悉，你就越来没有这种罪恶感了。你就会知道说，哇哦，我得到我的自由了，我自由还给我了。你其实会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OK， 你的生活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的生活不是在受别人的控制，而是我自己把我生活怎么样拿回来，我自己是控制我自己生活的人。OK。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怎么样，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的维持，就算我失败了 That's OK， 我可以失败一天，但是我不要失败继续失败下去嘛。我挫折了，我不要继续的这样挫折下去，我第二天怎么样爬起来继续在维持我的界限，继续的维持界限。 OK， 有一天这个维持界限这件事情就会内化成为我自己的一部分。Okay， 然后也会成为我们和身边人相处一个最好建立关系还有维持关系的方法。 okay， 所以就是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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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练习，重复的练习，继续做正确的事情。就算这个事情我失败了，失败了一个礼拜都没关系，我一个礼拜之后我还是可以爬起来再去继续的维持。 OK， 就 我失败了嘛， That's OK，但是不表示我失败了我就不应该继续做对的事情，失败的时候我更要爬起来再重新开始做对的事情。 OK，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婚姻关系，就是说哦 OK 好，所以这个是刚刚这个讲到这个界限哈，这个下集我们结束这个界限的这个 topic。 那下面我们还要讲到，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婚姻关系，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寻找在我们的这个当中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夫妻可以和我们一起走这个婚姻的道路，不是我们自己两个人很孤单的走。OK， 在提多书，我昨天去寻找了一些这些圣经的经节啦，什么这些地方的哈。在提多书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是基督徒的，我们都非常的熟悉这一段的经文哈，二章一到八节，就说我们要劝年长的男子要怎么节制、庄重、自律、全备的信心、爱心和耐心。劝这个年长的妇女呢，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不说长道短，不做酒的奴隶，以身作则。这样子呢，他们就能教导年轻的妇女爱丈夫、爱儿女、自制、贞洁、持家、和善、顺服丈夫。Okay， 免得上帝的道被人毁谤。这些其实就是说，当然我们不需要把这个一个顺服丈夫拿出来把它放大，而是这个所有的这些部分在这里面，就是其实这样怎么样做一个好的人嘛，是不是啊？然后有一个这些年长的男人也可以劝勉年轻的男子要自制啊，在我们的话语上面，我们的善行上面，我们的教导上面，我们要认真，我们要有什么样纯全的语言，我们无可指责，让那些可能反对我们的人无话可说。 OK，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有讲到，就是说年长的教导年幼的，年长的教导年轻的，男人教导男人，女人教导女人，就是比较有经验的，要一个五六十岁的人跟一个二三十岁的人其实在经验上面就差了很多很多很多，对不对啊？所以如果我们是年轻的夫妻的话，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身边有一个人跟我们一起来走这个婚姻的道路，我觉得是非常的祝福的一件事情。所以因为很小，从小开始哈，我们都是很多的行为都是观察，对不对？我们从小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像我们的爸爸妈妈，因为我们就是在那个家里面长大的，对不对？所以甚至你在不知不觉的当中，甚至有时候你说我绝对不要像怎么怎么样，结果你长大之后发现，哦，怎么跟我妈一模一样我怎么跟我爸一模一样。 OK， 因为我们就是怎么样，就是因为在这个环境当中，所以我们就被耳濡目染，
常常就会不知不觉的就会有同样的这些行为，我们常常就是在学习的。好，所以但是在我们的原生家庭当中，我们自己的父母亲的沟通和相处的模式常常并不一定是我们想要模仿的，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典范。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像我这个年纪的哈，我这个年纪的我们的父母亲，那就是比较老一代的，我爸我妈妈已经八十了嘛，我妈妈已经都八十多岁了，所以就是说他们那个年纪就是他们的相处没有什么，没有人教他们要怎么样相处，所以他们就是用什么打打闹闹的冷战热战的这个过程，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真的好像去处理一个问题，用一个正确的方法去处理他们的问题，甚至结婚一辈子咯，就是也没有要离婚，也没有要什么的，可能也都是怎么样吵吵闹闹就像吵了60年。OK， 所以这也有的时候不是想要我们想要过的这样子的一个婚姻的生活。OK， 所以呢，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若是能够找到有好的典范的夫妻，绝对会我们自己的婚姻加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别人是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哦，这样子哦，原来你这个老公是这样做的哦，原来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在这个课里面提过来，但是我以前一个邻居。他们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跟美国人，美国白人。然后我有一次就是看到他们两个就是常常，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哈，但是我想，哎，你们如果去 Costco 买东西，回家的时候跟老公或全家出去的时候，那或者是你跟老公两个人去 Costco 买东西，回家的时候你们把东西搬下来是谁搬？大部分人都是说他提一点，我提一点，对不对？我们两个人一起帮忙就把东西都搬回家了嘛哈。那我有一次就看到我们隔壁那个先生，那个太太下车之后就提个皮包自己就走进房间了，就走回家了，然后那个老公在后面搬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老，他们不是很年轻哦，他们大概可能就是大概60出头那样子的哈，就是说60出头的这样子。所以就是说我就看到他们那个老公就真的在后面一箱一箱一箱的搬回家，太太真的就提一个皮包就回家了。正好那个时候我女儿在车上，我就说你看人家的老公那个老婆就这样子提个皮包就回家了，老公就搬东西。 OK， 而且就是他不是一次，他每一次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认为这是他的工作。那个老婆就是可以回家，他干嘛要帮忙搬？他不需要帮忙搬东西啊，我来把这个东西都搬回家。OK， 然后每一个礼拜六他都是在外面除草，每一个礼拜六不是除草就是坐在花圃里面挖呀捡啊什么这些东西哦，天哪！然后老婆说要漆油漆房子，他就去漆房子我说哇，我的天哪，我说这个，我说你看，我就跟常常跟我女儿讲，你看这个老公真好，这样子的老公。当然我知道他们一定也有他们自己相处的困难的地方，但是就是说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做一个人，做一个健康的人，我们常常没有这样子一个典范，我们没有一个 role model。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婚姻的当中寻找到一个 role model 的话，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没有一个夫妻关系是100%美满的。 OK， 所以但是我们每一对夫妻里面绝对也都有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OK，彼此都可以学习的地方，甚至和我们同年龄的这些夫妻，我们一起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相处模式上面看到一些正面的帮助，或者你可以看到说我们不要这样做，对不对？所以我可以看到正面的我们可以这样做，负面的我们可以说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子。 OK， 所以这些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都是对我们是有帮助，对一个婚姻的关系，在一个群体当中的婚姻，我觉得都是会有帮助的。 OK， 绝对都是会有帮助的。一个人单独的走是很孤单的， OK， 走不太远，但是一群人一起走，我记得这个好像是光信牧师讲道里面的话一群人一起走就可以有力量帮助我们走得远，走得长，走得稳。所以一群人一起走， OK， 千万不要孤单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走。所以呢，我们要从更要怎么样，就是我们每天一定要从就是 as a couple， 我们每天要从上帝那边支取我们需要的耐心、信心、爱心、智慧，对不对？因为我们自己不足，我们自己真的是不够，我们的耐心绝对不够，爱心绝对不够，智慧绝对不够，
对于这个信心，我们对彼此的这个信心也绝对都是不够的。Okay, 绝对不够让我们和我们爱的人或者是我们的亲人朋友建立还有维持一个健康的关系，我们一定要靠上帝的帮助来帮助我们能够有这个一个健康维持一个健康的婚姻关系。 OK，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最后的一个总结哈，就是讲到界限，然后还有呢希望我们在这个，其实如果说我们今天上过课的这些人，最少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们对很多的东西都有一个正确的概念了，我们已经有一些正确的概念，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我们上过课的这些人里面，你可以去寻找，哎，我们以后每个月聚一次好吗？啊，然后我们可以就是说在这个界限上面，哎，我觉得我碰到一些问题，你们呢，你们有没有什么，对不对？我们大家彼此帮助，彼此来讨论，彼此来成为彼此的什么带导者或者是帮助者，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一个方法。 OK， 好，那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什么，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另外呢，我会也是我留一点时间，就是希望大家也给我们，给我啊，给我一些 input， 就是说你觉得这堂课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啊，或者是说也许你已经开始使用什么一些的方法，那你觉得如果说我们要在开这堂课的时候可以有什么改进的地方，或者你会建议啊，怎么样能够来帮助更多的人愿意来上这个课，愿意来改变他们和配偶之间的关系或者人际关系，对不对？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先看看有没有什么 Q&A 的地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的给我一些的 input， OK，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让这个课变得更好，然后你自己对这个课的一个反应好不好，有没有什么问题你想要提出来？我真的很开心你们来上这个课，因为我觉得哈，怎么说，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哈，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呦，如果我来上这个课，就是证明好像我有问题，我的婚姻有问题了，所以我必须要来上这个课。OK， 那或者是说来上亲子课，哎呀，表示我这个教孩子有问题了，我来上这个课。其实不是，我觉得上课就是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认识，对一些知识有更多的认识，让我们可以来，要帮助我自己。然后甚至如果是我们是小组长的，我们是区长区牧的，我们可以知道用一些的方法，那我现在有一些方法了，知道怎么样的去 support 我的这些会友。好，我想给大家看一下那个上次我们讲过那个 resource， 就是教会的那个遮盖的那个图。OK， 好好好，我觉得其实这个还蛮有帮助的。那刚刚 Connie 有讲到说，其实在婚姻的路程当中，如果能够找到属灵的同伴或者是有遮盖可以平常帮助你，那就像是他刚刚讲的一个60岁的夫妻跟30岁的夫妻，其实在很多地方上面都是有可以互相学习的东西。那可能你现在所经历的难处其实对方已经走过了，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很合适的人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但我是没有啦，但是我其实是 go by 教会的一些 resource， 那我想秀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使用这个部分，但是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得到吗？可以吗？可以看得到。这个就是 DEC 的 Church 的 website，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那你真的很不应该，你应该上去看一下，就是做得非常好，那你就可以到教会事工的部分。OK， 然后你可以到小组牧养的部分点进去，那你就会很容易的在下面找到我们小组牧养的架构。那下面小组指南这边它有不同的区，永宁区、大围区、国安牧区还有广路牧区，那你就可以找你自己所属的牧区。那我是国安牧区嘛，你就居民的牧区，所以你就点进去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这个架构图。那天我有跟 Connie 讨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架构图。如果你其实自己需要找
一个属灵的遮盖，然后你可能在婚姻上面你碰到一些难处，你可能没有 resource 或没有合适的人帮你跟你一起 console 的话，其实你可以去找你自己的遮盖。如果你是小组员，你就是找你小组长。那如果小组长没有办法遮盖的话，那你就可以往上找，就实习区长，然后到最后全部都找到 Jimmy 去。就是你可以慢慢的就是往上找。那如果找不到人的话，其实你自己的小家长也或区长什么的都会，实习区长都会帮忙你互相看看有没有 resource， 就是为了可以提供给你一个更好的遮盖这样。那其实我原先没有发现教会有一个这么好的这个架构图，那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一目了然，所以我很建议你去看一下。那如果你有需要，然后自己又很卡，完全没有 resource 的话，那就按照这个图走这样子。谢谢 Melody。 好，那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来，对界限的这个概念，或者是说对寻求，就过去我们讲到了沟通，对不对？我们讲到怎么样 conflict resolution， 这个解决冲突，然后讲到界限，这些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刚才我老婆有个问题，她说刚刚那个案例中间有一个那个要老公吃加热食物的，如果老公对于加热食物这个没有问题的话，那怎么解决？谢谢你的问题。太好了 Amy。 OK， 所以 Jason 很喜欢吃加热的食物吗？Amy 是用来加的微波炉，这么好。没有，这跟我没有关系，只是纯粹那个案例里面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就无解了吗？不是无解，就说界限，记得吗？就是界限，我不是要改变对方。如果他真的就喜欢吃加热的食物，他真的是在这个段他没有办法改变的。OK， 那我还是继续维持我的界限，就是说我就是要跟孩子在这个时间我们就吃饭了。OK， 但是呢，那我就可能要去思想别的方法，有什么别的方法，我可能那个界限要设得更高一点。但是记得，不是为了要控制他，而是我自己对这件事情我不舒服，所以我要改变我的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我要把我的自由夺回。 OK， 但是如果说对方一直选择不他就是这样子的选择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办法的，任何的能力改变任何的人。因为刚刚的案例是说老婆是希望可以跟老公一起吃饭，所以他才设了这样子一个界限。但结果这个界限如果不 work 的话，那他可以换另外一个界限，然后尝试怎么样再去让他老公能够无法接受才跟他吃饭吗？那如果对，如果对啊， 对，但是你要记得哈，界限的概念是为我自己设立的，不是为了对方。他想要跟老公一起吃饭，但是这是一个 desire， 但是 desire 我想要很多的事情，但是 desire 不一定会发生嘛，对不对？这是我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的事情若是要 involve 要改变别人的时候，那我这个想法其实就是一个自私的想法，是为我自己想要做的一个东西的一个想法，我没有顾到对方真正他也想吗？对不对？也许他不想啊，那我怎么办呢？是不是？也许他真的就是在这个时间，他真的就觉得他的工作太重要，他没办法改变。 OK，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面，我不能改变的情况下面，我怎么样控制我自己的生活，把我自己能控制的部分设立的最好能够控制的。我还是会有一些失望，因为他没有跟我一起吃饭，但是我最少我没有因为他不跟我们吃饭把我的生活完全打乱了，让我觉得我完全现在是一个失控的状态。 OK， 所以重点其实并不是说我要，就是说重点不是控制别人改变别人。 OK， 所以界限设了是让我自己能够怎么样开心，让我自己不要觉得我失去自由了。因为他的这个方法，因为他这样的做法，我失去自由了嘛，对不对？我失去想要六点吃饭的自由，因为他不回家。但现在我不管他了，我已经告诉他我的界限了，我就把我这个六点吃饭的自由夺回了，最少我夺回了这一项的自由。之后他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饭，他要，这是他自己要做的选择。
所以设定界限也不能够当作说为了想要达到某一种效果或者是目的，即使这个效果或目的是好的，但是也不行拿来作为这个这样子，对不 对, 对？对，这个不是目的，这个界限的目的是为我自己把我的自由拿回来而已。OK， 就让别人不要侵犯了我的自由，但是别人会不会改变，我不能够 guarantee。因为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任何的人，只有上帝能够改变我们。那个 Amy 提出来的问题很棒。 我有一个蛮好奇的疑问想问在座的大家，就是当你们有面临到一些婚姻上相处困难的时候，你们第一个求助的对象是谁？是最亲近的人吗？还是自己的属灵遮盖？我是属灵遮盖。我也是属灵遮盖，我就跟着，我真的就是跟着那个图走，这样架构走，帮助很大。所以我觉得我们当属灵遮盖的更需要去上这种装备课，真的，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Jimmy 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我自己学习的话就是刚刚讲的那个界限，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再次的提醒，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而且界限其实。对我自己来讲的话，真的就是自己画一个界限是其实是对自己一个在界限里的自由。那其实另外一个的话，其实你把界限画清楚的时候，其实你跟神之间的时间也会更多呀。那是这我是自己在这一次当中有学习到的呀，所以我已经画了很多界限，准备要跟光信牧师讲了。Oops。 但是我觉得刚刚 Melody 也有一个很好，也是很好提醒，就是因为真的每一个夫妻呢，或者是弟兄姐妹都来自有不同的背景，然后还有不同的因为家家真的有本难念的经，每个人真的不一样，也没有办法以一个实际或一个实案来概括大家的问题。但是很重要的真的是找一个属灵的遮盖呀，或者是你们可以信任的一对的夫妻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在祷告当中，然后真的解决不出来的话，就先祷告。那我觉得Melody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也期盼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都能够成为大家的遮盖。Michael， 好了，你好棒哦，四堂课都来参加。谢谢 Connie。Michael， 其实你要跟我画什么界限？你赶快说。我在私下跟你讲好了，我也写好了。这礼拜这礼拜安静一点 ，OK？ 不要笑我。我自己一直在想，其实在其实这真的还是需要，就是说跟夫妻俩一起来参与，然后一起来做这个我们的 activity 啊，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会比较好。那属于这个概念，就是真的就是听，然后了解，然后就是去思想，然后希望说，也不是说希望说，假如以后真的碰到问题的时候，碰到真的这种 situation 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到时候是真的可以想到说，怎么样去有一个 proper 一个 communication， 然后怎么样去在 communication 上面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expectation， 这样，然后再做一个界限。我觉得这是可以，真的是以后都用得到。那但是最主要的，我也就是怕是说。只要两个连沟通都不沟通的话，那我就是 there's no where to start， right？ But 这可能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对对，所以这也是呀， yeah， 我是觉得也是很感恩这样子有这样的机会。谢谢康宁，谢谢 Melody， 谢谢 Michael。我看这次除了 Amy 跟 Jason， 你们其实还是有不少夫妻一起来参加，我觉得很好，真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夫妻一起来参加的话，我觉得 we are on the same page， 对不对？我们能够 be on the same page， 我觉得这个在一个婚姻里面真的很重要。然后，所以我想上一次 Fiona 也有讨论，也有他也有提出来说，我们做功课的时候，就是他也。就是我们就知道说，哦，为什么我要讲这个话，为什么我要重复，为什么我要 confirm， 对不对？因为这个是一个 technique， 是一个方法，让我们不要对彼此有一些的误解。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能够一起来上课，一起来学，那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是碰到我觉得已经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甚至不需要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啊，我觉得我们要克服的一个是心里面的一个障碍，认为说哎，我如果去寻求这个 professional 帮助的话，人家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有问题啊，我是怎么怎么样啊，对不对？我觉得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人是没有问题的人。在这里你觉得你是一个完全百分之百没有问题的人吗？不可能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问题， OK， 这些问题都可以，小小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我那个时候去看 counseling 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我跟我妈妈的关系非常的不好，所以我不愿意把这样子不好的关系 pass down 到我跟我的女儿，所以我开始去看 counseling。 你说我有什么大问题吗？我觉得我也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这个关系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一定要保，我要维持这个关系，我要做一个最好的 the bestI can do， 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需要一些 professional 的人来帮助我， OK， 没有什么觉得不好意思的，没有什么觉得说、啊、好丢脸哦，不是， OK， 我也没有什么 mental 的 issue， 我去看 counselor 也不是因为我有一些精神疾病，有一些什么什么，只是我 just want to be better， I just want to be even better， 我觉得我已经 you know pretty good， 但是 I want to be better，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夫妻的关系可能已经很好，但是 I can even be better， OK， 或者中间我一些小小的问题，我不要把这个问题已经扩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再来想啊，赶快去解决吧， OK， 不需要等， OK。 所以我觉得像 Melody 她是这个 licensed 的这个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ist， 所以我自己现在正在这个 licensing 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这些 professional 的人就是学的这个就是为了要来帮助这个夫妻，帮助孩子，帮助亲子关系，帮助各种不同的关系，让我们能够更好，对不对？ OK，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我来上课就是因为我有问题，或者是说我去看 counselor 就是我头脑有问题，就是我什么什么有问题，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的，我只是承认我有问题，所以我要去改变，然后 take the initiative 去改变这个情况，改变让我的问题不再是一个问题，不是很好的事吗？嗯，我觉得邝你讲的很对，因为其实在有些时候工作的个案当中，其实会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那我觉得除了再次印证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以外，那真的其实当你自己有问题，然后有一些不同的需要，但是你又没有去处理的时候，其实真正辛苦的会是你自己。那我觉得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资源去帮助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会是最合适的。我也理解说如果在教会刚刚给你看那个遮盖图，你反而是觉得说天哪，我认识这个，我认识那个，他会不会跑去跟别人讲，其实你也是可以去私底下找，就是你完全不认识的人，因为他们其实都有保密条款，所以是完全不会把你个人的事情讲给别人听，或是你有担心说其实他又是我的朋友或干嘛的话，我不想要他心里面听到我的事情怎么这么糟糕，然后心里面可能对我印象不好，所以这个你可以去很多的资源可以去看这样。其实我可以简单给一下，就是有一个资源就是很快的，你可以到这个网站叫 Psychology Today， It's very easy， 你只要打 Psychology Today Google 就可以了，然后你可以在这边找你把你的那个 city 你住的地方放进去，譬如说我住 Hacienda Heights， 那你就打91745，那它就会有不同的 therapist 出来，然后你可以就是 basically 如果你有在用 Yelp 的话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像是一个 Yelp 一样的东西，只是你在 shop for therapist， 你可以找，那假设你找到这个 Christina Chin， 然后你点进去，然后你点进去的话，会告诉你说，其实他专门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他的 specialty 是什么，然后他有一些，譬如说，他还讲说他讲中文哦，所以如果你是需要找到一个中文的諮商师，然后你需要你不能讲英文，或者是英文对你来讲不是那么 comfortable 的语言的话，那你是可以做这个。然后他也会告诉你说，他现在收的是现金，然后他收的这个保险是什么？那大部分的 therapist 其实都是有收保险的。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都可以打电话去问问看，然后他们都可以告诉你说，他能不能够收你呢？如果你没有保险，也是可以付现金。那如果你有白卡的话呢，你也是可以找到合适的諮商师，然后那个是更好的福利，就是都不用付钱。那如果你需要这方面的
resource 的话，那你都可以来，我都可以 给你这样子，如果你需要的话。谢谢 Melody。OK，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课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大家过去四个礼拜的参加，那我们就 Melody 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好，那我们就简短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天父，真的很感谢Connie 让我们在每个礼拜四的晚上都能够有这么精彩的一个心灵的响应，真的很感谢你。然后在这几年不管是在婚姻的这个 counseling 还是在 mental health 这个 area 当中，谢谢你让我们大家更有 awareness， 尤其是华人有更有 awareness， 知道其实我们精神健康、关系的健康、婚姻的健康，对我们的属灵还有教会的服事还有家庭生活工作都有密切的关系。谢谢你让大家慢慢有这个 awareness， 能够看到这样的需要，也请你真的帮助弟兄姐妹，让他们真的能够理解，当他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他能够去寻求帮助。那更重要的是要把问题带到你的面前来，让你来帮助他们解决。请你真的是亲自的与每个弟兄姐妹同在，还有剩余的夜晚都来帮助他们。圣灵也请亲自在每个人心中兴起，来跟每个人说独一无二的话。也真的是替大家祷告，希望大家都可以记得在课堂中学习到的，即便是一件事情也好，然后真的让这个学到的事情能够成为大家生命当中的祝福。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OK， 谢谢大家。好，谢谢咖啡。